流星花园开播四周以来，不仅收视口碑势如破竹，微博短视频播放总量也力压同档期电视剧，热度居高不下。在本周的预告中，杉菜被道明峰打压，道明寺分手后性情大变，两人的恋情进展更是引发网友猜想。热议之下，由王鹤棣演唱的插曲想都不用想 MV 也随之曝光，他深情的歌声完美演绎了道明寺对杉菜的深厚感情，令观众大呼戳心。流星花园周一至周三22点登陆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剧场，芒果 TV 全网独播，22:30会员抢先看。花样繁星、仲夏夜、追梦恋旅，邀你共享浪漫之旅。蔡四场被迫分手陷入危机，杉菜离开明德彻底死心。在上周播出的剧集中，杉菜被房东赶出家门，再住在道明寺家，两人也正式开始交往，更有玉嫂为其助攻，领带吻、喂蛋糕等甜蜜互动层出不穷。但在今晚播出的两集中，蔡四场看似顺利的恋情再次出现危机，道明峰用亲和小优威胁杉菜，迫使他对道明寺说出违心话，两人雨中分手的画面令人心碎。随后伤心欲绝的杉菜悄悄离开明德，回到老家渔村，断绝与清河小优等人的联系，用繁忙的工作掩饰情感创伤。而误解杉菜情意的道明寺则性情大变，残忍拒绝向自己表白的女生，前后反差让人意外。面对如此痛苦的两人，道明峰能否就此善罢甘休？一向坚强的杉菜能否重新振作，与道明寺联手对抗道明峰？蔡四场恋情又能否出现新的转机？开播四周，网络热度攀升，杉菜精神深度映射当代青年品格。流星花园开播四周以来，网络热度一路飙升，仅流星花园井主话题阅读量已突破30亿，仅流星花园土味情话井、仅流星花园预告井等的话题总阅读量也近1亿，更在剧情、演员等方面收获好评无数。其中有网友表示，杉菜早已化成一种人物标签，即使平凡弱小如野百合，也会拥有属于他的春天。这正是杉菜精神，不仅观众点赞，流星花园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认可。其中有媒体报道称，流星花园基于青春成长的主题表达，立足于真善美的人性剖析，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青春剧格局，直指当下年轻人成长蜕变的最终问答，无疑给适龄观众树立了正确的核心价值观。被各界持续看好之下，流星花园还将如何展现青春正能量？敬请锁定每周一至周三22点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剧场，芒果 TV 全网独播，22:30会员抢先看。花样繁星、仲夏夜、追梦恋旅、盛夏星空为你点亮。流星花园由芒果影视、北京萌亮影视制作有限公司、湖南芒果娱乐有限公司出品，上海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、北京德之后影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、珠海汉都影视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出品。